觉得明天要有机会唱，我要自然一点。可是我平常就是这样，所以我要正经一点。他吉他有加分哎。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开过你的单，你不选他？没有哦，不是，为什么是逸晨呢？老实讲，其实很简单，我昨天有被他电到。买的，还是看感觉啦哈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很期待两位今天的表演哦，欢迎，加油哦，加油！沉睡在我脑海里的记忆，就好像空气般。如影随形，沉睡在我脑海里的记忆，就好像空气般如影随形。我想尽办法。说你的美丽，却换来更多距离。Bye.
真的好甜的一首歌哦。后面虽然是蓝色泡泡，可是现场都是粉红泡泡的感觉。虽然今天是奕晨他换了另外一个角色，但是他并没有模糊掉他这个摇滚的色彩。那吴英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都是抒情歌，然后声音柔柔的，所以他跟他的火花又是另外一种抒情摇滚的色彩。那我比较担心的是奕晨，你今天昨天是你电的他吗？那吴英今天穿到这样，你有没有分心？好，没错。看到面的时候就会有点啊，大不敬，大不敬。分心，对对对，不要分心，不要分心，还是必须要 focus。对对对。你蓝色的